大家好，我是 Ros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Evergreen Vlog。因为美国疫情，我已经大概一个星期没有出门了。到目前为止，美国得病的人数是26万6千，死亡人数是6800人。我所在的这个州是在美国的南部，我们州现在大概有1400多个人被感染，然后我在的这个城市大概有41个人被感染。我现在就开车带大家去看一下我所在这个城市疫情期间的情况。我现在在开车去沃尔玛和 Sam's Club 看一下，就是平时在这里的话会有很多人买菜。前面是 Sam's Club，已经看到有人在戴口罩了，但是还是有人。有不少人没有戴口罩。这边感觉是沃尔玛的入口，因为平时我不来沃尔玛买菜，所以也不是很清楚。啊，这里人还是很多。这边是 Sam's Club 的加油站，就是你要有他们的 membership 才能加。看一下现在的油价，1块5毛6。和我们家附近的差不多，都很便宜。这里的 Dunkin' Donuts，它的 drive through 就是开车进去买的，这个柜台是开的。我们现在开车去河边看一下，那边平时的话会有不少人在那里跑步。在我们这个城市，外出运动是可以的，但是要保持这个 social distancing，就是要保持大概2米的距离。看来大家都出来运动了。从停车场来看，我觉得和之前没有疫情的时候应该都差不多。这边路上还是有人在跑步，在运动。我感觉好像也没有保持2米的距离。这个人刚刚从另外一个边上那个人 pass 过去，好像。也没有戴口罩。我比较喜欢户外，所以不能出门的话，我会比较郁闷。所以希望疫情能够赶紧过去，我又可以出去旅行，然后品尝美食了。最近我会持续更新美国疫情的情况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Evergreen Vlog。Live in the present. See you next time. Bye.